经常有朋友在问我，肿瘤标志物稍微高一点，是不是就是得了肿瘤呢？啊，不一定是啊，轻度升高没什么危险。很多朋友其实告诉大家，炎症感染，包括疲劳、睡不好觉，或者是包括什么呢？有点吃什么药、补品，都会引起肿瘤标志物啊轻度的升高。大家不要担心啊，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了，你就做了肺部的 CT 都是正常的啊，那就没关系。一般还有肿瘤标志物轻度升高，还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发现胃不好，有胃炎啊，有这个胃的息肉啊，消化道的息肉、肠炎呢，都会引起这个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。不要紧，不用那么担心啊，那么过一两个月再复查一下，也许就正常了。不正常也不怕啊，也只要它不持续升高，轻度升高啊都没危险。